我是小蒋，今天在大厅吃。我洗脑了，家人们，匹配到雷子够了。今天在大厅喝老鸭汤，我怎么也没想到接下来会匹配到我最爱的蛋仔男神。哪个没素质的在汤里撒尿，自我一脸晦气煎蛋往我鸭汤里小便，现在浑身上下还一股羊骚味儿。新赛季就没见大傻蛋上过线，有点想他，要是能复合就好了。你们知道怎样和大傻蛋复合吗？新赛季又掉到鹅蛋了，开把电灯上分，结果偷灯速吧。这次开四排，我就不信还掉分。普通的巅峰赛开局就是看到好多人在评论区疯狂刷屏，此时我还没有观察到什么异样。现在随机匹配的巅峰赛评论区大家都这么疯狂吗？让我看看他们说了啥，怎么个事儿？心不小啊？不会是假的吧？哪里有雷子够啊？一天天大惊小怪。我操！我刚打到谁了？我不是故意的。算了，不管了，上分要紧。雷子够！我去，是真的雷子够吗？等等我。好激动啊，家人们，谁懂啊，第一次在巅峰赛 PB 到男神，不是我们队不会嘎了吧？我去，这都能赢，有个厉害的队友就是不一样。第二局，快快快，帮我超级起步，这把有雷子够，咱们一定要晋级，到不了一点。什么破默契，要是没晋级怎么办？赶紧跑，都落下一大截了。哎，心不小在我后面，等等他吧。天，心不小刚抱了我，送了个超级起步。家人们，谁懂？可以炫耀一辈子。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太激动了，竟然顺利的来到了第三把。我天，我现在都觉得想都不敢想，雷子高他又抱我了。做梦都不会梦到这种情况吧？这不会是想把我扔下去吧？没事没事，雷子高我来保护你。我居然抱到雷子高，太激动了，太激动了，太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还好咱俩队伍牛逼，都晋级了。最后一局带个回溯 ，BGM 走起。不好意思，开错了。捡个紫色地雷。天啊，雷子够这个变形术放的好帅，实力好强，又干掉一个。这才十几秒，我们队已经两个都嘎了。不过我有点好奇，我是鹅蛋，怎么会匹配到心想呢？哦，对对对，新赛季，这会儿大家都从凤凰掉到鹅蛋了呢。新赛季赶紧去匹配，说不定能遇到主播。回大厅后，我赶紧去加他好友，超级激动。可是奈何他好友满了，还好开了录屏，不然后悔一辈子。他居然在直播，那就是说他刚刚在玩蛋仔。我遇到的是真的雷子够喽，默默给他刷个小心心。谁懂啊，家人们，好激动。录素材开个一线千吧。啊，怎么又是雷子够？刚毅，我今天是得到你的宠幸了吗？他出来居然还主动加了我好友，天啊，祖坟上冒青烟了吧？家人们太激动了，在线等级，我该回什么？